啊，这个是壮模运的凤条是吧？对对。哦，你这个刀好大呀！这加工了。这个阿姨现在是和面卷的啊，这做壮模的面是吧？对。啊。这是发面是吧？啊，不是。不想说这个问题。啊，没事。是吧？对，这是商业机密。他这个面感特别薄，你看。我得去上哪去看看哪有小吃多的，我想上外边去看看去了。去成都就对了。哇，那快成都远吗？这里边还有肉啊，是吧？那可能有肉，没肉的话。全部都牛肉。粉条牛肉啊。哎，对。只有这两种配料吗？啊，粉条。大葱。大葱。还有大葱。大葱。这一个馍有多少斤？七八斤吧。七八斤啊。那我看这个馅料也有四五斤的还有。馅料得有六七斤。好大一个，这个一个饼有八斤了啊。啊，我出锅了哈，出吧，我有一半不在前面呢，都是啥子那像什么三块左右，还酥脆酥脆，你给我分俩豆装不装？对，我切了这玩意儿啊。这我还绝景了哦。对呀。这一半得四十多点吧。要那么多，你干啥去吗？那个，你看这个二十。大叔，你们家卖这个卖多久了？卖十二多年了。卖十多年了。啊，你们这都是一家人啊。啊，对。还要知道吧，哥。你等点。十二十多没法吃。这四个饼。啊，不是九点，五八六的。你让炒那个饭，你开车不是？搁酱的吧。那要多少？这个得一半是吧？来一半。啊，他要上场吗？在这卖啊？给他留点吧，他没吃嘞。我两百六块钱吧。还有多少不？给你一个。之前俺也做胡辣汤了，但是没有这个好。这马上熟了是吧？马上熟，几分钟。哎呀，这个还在发芽的不？这熟了啊、哦，这色泽金黄。哦，也掰一下啊、哦。啊，你这两个刀真霸气嘛，你说。没有这个大刀不行。羊骨包羊肠。这卖多少钱？这已经卖多少钱？十五。十五一斤啊。刚好抖音那个内蒙古有个。十五块钱的给我切准，给我切准八十五那些。是那个羊骨羊肠，这个。给你切开不切？那个都快走不动了，还是。前天看他那个是。我们刚刚要了一份这个牛肉夹馍啊，它这一份是十五块钱，那么咱们先尝一下这个口感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说你吃不了，他别的。
它这个味型呢属于五香味的，你没放这个凤条啊，还有牛肉啊。嗯，味道还是非常的不错啊。